再等等我李四五。这人也挺配的，可是不是他。去办公上班了，不像，绝对不像，你不知道我工作是什么。那节目观众多吗？多，但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，哇，台下全都是观众，是吧？不一会儿出天了，很多人上厕所啊，出去喝水啊什么的，一到晚上这一半都没有，这一半还集中在一块儿，这没人了。今天下午，李继霞和他的师兄来到中央电视台参加一档曲艺节目的录像，他们被邀请在节目中表演一个相声，名叫八和八。就这样的糊涂。李继霞抓紧录像前的时间排练他们即将登台表演的相声。哎，梦见您西三大玉啊。好啊，哇，突然你发现面前站着一位，哇塞，法国妙龄女郎，就是你呀、啊！啊，不是，她比我漂亮。哎呦，这漂亮女人，怎么说呢？含情脉脉冲你微笑。Hello, my dear. Hello. 立刻就觉得心里发痒啊，就开始跟人家动手啊、动脚啊的，发贱了。我怎么那么不正经啊？反正那个小姐发现你的不轨行为，立刻拨通了110，马上来了吉林警察。你真是发慌了，结果人家以流氓罪把你拘捕，当场就发给你一封信。哎呀！这化妆最起码，我不化妆，我不敢出门了，真的没面子。我应该怎么说，加一层那个粉底刷什么的，脸皮就厚了，一厚了我愿意出门跟别人说话，没问题。为什么就这样吗？那个这别问我，要问我妈呢。接下来为你表演的是来自法国青年演员李继霞，还有贝宁的莫里斯，为大家表演相声八和发，大家掌声欢迎。法国巴黎是他的家。今天我们俩都非常热爱中国的戏曲，尤其是中国的相声，我们非常喜欢。对，他是我师哥，是我师妹，将含情脉脉冲你微笑。你可是觉得眼睛发红，眼圈发红，脸色发青，嘴唇发白，嗓子眼发干，眼前发黑，浑身发麻，脑袋发毛，心里发毛，双眼发光，金两光发亮，一会发冷，一会发热，一会发笑，一会发怒，要说哆哆嗦嗦的个劲儿发颤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梦里那些耍流氓的事儿，给你女朋友发现了，吓得你在那了，发神经了。哪有这个神经啊？我是那个前一年半到这里来的，也是算是我到了中国以后的第七个家。我记得第一天来也是找房子的时候，第一天来那个是朋友帮我在报纸上，哎呦这有，然后我们不想转一些中间公司什么的，然后打电话我们说，哦是你说房东吧，我就是房东 ，OK， 我马上过来。一打上楼的时候，
有老太太，嘴里没有牙齿。然后呢，我上来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进煤矿，然后那个就没有家呢，我就是天天提着箱子到处都跑。然后那个那天我也是刚出差回来，还找房子，然后那上来了，说那老太太看一个外国妞上楼呢，就啊，外国人。我说你放心吧，外国人会说汉语的，不会害你的。上，然后他跳门上一打开，哇，这房子好亮，我特别喜欢。这房东一下感觉很好，这个人很正。然后呢，就五分钟好了，谈成了。本来搬了好几次家的时候，住在朋友家的，什么搬来搬去的什么的，反正总是在路上。然后呢，哎，也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家。在法国本来是住在那个9个平方米，然后那个也没有厕所，都是在外面什么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虽然我家没有暖气啊，有暖气也开空调，但是电费太大了，先不开。所以冬天的时候呢，多穿几件衣服。李继霞出生在法国巴黎，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一直和母亲过着辗转颠沛的生活。我小时候经常搬家，有时候在巴黎，有时候在郊区，有时候在海边，有时候在山区，什么地方都住过，室内、乡下，什么都知道。嗯。为什么老搬家吗？不知道，这问我妈，现在不在，没法问。所以那个，反正小孩跟着嘛，也没什么多事儿，该怎么走怎么走，无所谓，潇洒。一直对亚洲充满兴趣和向往的李继霞。在大学时学的是汉文化，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，他特意去了一家中餐馆打工。所以我要找机会说汉语，然后呢，跟中国人工作也会更了解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做人。然后就在一个中国饭馆打工，啊，当怎么说呢？端菜跑堂吧。其实有更多的事情。不光要做家务，到处都擦，还得去买菜，夜里那个夜市啊，怎么说还得抓鱼啊，还开车回巴黎，还把那些东西给放冰箱什么的，看时间，哇塞，已经7点钟了，我10点也得来，那算了，就在饭馆里睡觉吧，啊，苦啊。2001年，李继霞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成为四川大学的一名留学生。第一次听到普通话，我感觉就是心里发热呢，很怎么说呢，好像很熟悉的声音，很熟悉的语言，虽然听不懂，但是一下感觉好像这个家这个字儿马上出现在我眼前，这感觉从来没有过，然后呢就上瘾了，然后从那天开始天天需要听汉语，听不懂无所谓，就放磁带听舒服。奇怪吧，现在我天天都能听，还行，天天舒服。44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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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
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踏把标兵碰，标兵踏碰炮兵套。啊噗，噗，来来来，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！九宝啊，俺此番到了咸阳岗，是当真遇见猛虎，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。你很有节奏感，我觉得还有太有吸引力了，让我看，屋子里的人都哈哈大笑。相声不明白，然后他说：“这是我们法国，这是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，叫相声。”东东幺，东东幺，我是东东三，我是东东三。哦，他这还有电台呢。听见了回答，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，望你严加防范。他模仿老虎，他这边就啊，哎呀，我这骑马的这个，这太逗了。真巴得龙唱龙唱也得唱，得得得得得。哎呀，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。
他还真能睡。你怎么看着奶奶那娘？像最初迷恋汉语一样，李霁霞开始迷恋上了中国的相声。她用自己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学习相声，通过自己的执着和朋友帮忙，2001年，李霁霞成为我国相声大师丁广泉的弟子。在这个拜师会的时候呢，他是在拜师的前三天，可能经历呢他已经说过了啊，就是前三天他从这个成都四川赶过来参加这个拜师会的，而且也是通过网上，通过大山这样来回介绍。来到之后呢，我就发现第一，他的语言不错，条件不错；第二呢，他执着，他对这个相声啊、艺术啊、对这个小品呐、戏剧表演呐、特别感兴趣，他是非常专注的。后来呢，我就给他介绍到了这个什么这个中央戏剧学院，他从那个四川那边又转到中央戏剧学院来进行学习。表一表英雄好汉老板娘，他身子力气一丈二，两膀炸开又比量，脑袋瓜子塞六斗，是俩眼一瞪响铃铛，胳膊一伸放上林，是皮锤一钻向天岗。这个阿庆嫂，哎，这唱不懂啊，这是，明白吗？这个意思。我啊，这是给我啊，很多啊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，你听。参谋长，参谋长，别，不要把我夸奖，别，是一句人小事儿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开个茶馆，小本买卖，想发财，江湖一起相当。第一张，阿庆嫂，我阿庆嫂，阿庆嫂理应承当。嗯，差不多。只有胆量，竟敢在这个日本鬼子面前还耍花枪。这个家伙糊里糊涂像，这个家伙糊里糊涂像个大草包，只好被我用铁当个挡风墙。他是你养父母这个小子啊，这个小子养 merde 当初呢，就是我问他，就是你想干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的这些个学生啊，我并不是说培养出来就是让他们来说相声，或者就让他们来这个作为演艺人员。因为很多学生呢都是毕业之后就回国了，就走了，或者是到一些外企单位去应聘了，去做工作的。他说我什么都不干，我就是要跟着您这个说相声。王母娘那个瑶池还带装修的呢，奔小康嘛。奔什么小康啊？往哪儿奔呢？还这你就这胡说，别听他的啊。不是关门，也不是装修，知道吗？他那个就是这个今天呢，他这个仙女呢就不想在那儿洗，就想到人间来洗洗澡，知道吗？那我还是不懂啊。你怎么还不懂啊？你看天上人间全都是洗澡的事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想啊，这个天上和人间的洗澡它当然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了？你想他要在天上洗澡，那不是只能在天上吗？对，他一到了人间洗澡呢，他就可以呀、去沙那浴唱歌按摩呀。没有，我看我所有的表演，我真的我没面子出门了，真的我脸皮太厚，又白又厚，所以上台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这品质太差了，这别说了，算了吧。就，但是我喜欢，所以我去做。就本来很喜欢中国文化，那为什么喜欢呢？很难说，就是你从心里发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就特别喜欢。季霞虽然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她非常勤奋，而且她性格呢特别开朗，所以她的这个进步啊，好像要比他们这几个同一代的这几个学生啊，要进步的快得多。对什么静物啊或者东西太有感情，因为这些东西遥远也得早晚也得丢。看吧。
嘘嘘，喵喵喵喵。你让谢谢。太撞了，到处都撞，一跑的，看到了墙，刹不住。哦，我从来不跟猫说话，因为本来以为你们呢，所以我们俩给你表演的。啊。但实际上不然，我从来不跟猫说话，我跟他说什么，没跟他说呢，就一个眼神就知道了。行，够了。来提起心脏，我同入住三江。来来来，你一来提起心脏，我同入住三江。还不对，烦死了都。过来。2002年，李继霞正式和中国煤矿文工团签约，成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。2年前，等于是头一个外国的说唱演员。要别的演员没有啊，那乐队的呀、指挥啊什么的，这些人乐团什么的都有聘的这个外籍演员。那么作为这个语言节目、说唱节目，来这个到一个专业文工团来，作为一个演员出现，演员的身份正式签约的出现，这还是第一个。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应该有足够的展示你的才华的机会。那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团体，我们也希望给很多人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有这样能力的、受观众欢迎的人才提供这样的平台。被你人说相声真稀罕。就我一个人。嗯，风趣幽默，也好看。哪里哪里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你为中国的相声做贡献，谈不上。啊，同行们都把你来称赞。怎么是我的？说你往舞台上怎么一站？我怎么样啊？怎么看怎么像个大坏蛋。大坏蛋？那不像话，你还这样说话吗？应该说你敢说了？你怎么看怎么像个大好蛋。好蛋也不行啊，你像话吗？你拿这样说话吗？那怎么看怎么不像个蛋？不像个蛋，那中国话吗？你拿这样说话吗？你那你说什么蛋呢？我是松花蛋。像。看他练节目排练特别有意思，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他又看到那个什么节目，包括相声也好，那个小品也好，一些很好，他会疯起来，真的疯，要疯了，就是他太喜欢这个文艺方面的这些活，他太喜欢了，所以呢，他会把这个状子当做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东西来对待。我个人觉得相声就相声，是吧？我们演好了，让有效果，观众朋友也笑就好了。或他把它当做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把它当做一个宝贝来对待。对，一般敌人的照片我不贴的。但是比如说呢，他们那些人都是跟我们搞的话剧活动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话剧社，所以那些人呢都是跟我们搞话剧的，跟我，比如说我和我们，就是我另外一个法国朋友叫冯佳伟，我们本来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三个人，冯佳伟，我还有齐健，那个想建立一个小话剧社，叫三只剧制作，已经有一年半了。门将不是专业门将是吧？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妈，已经成法国人了。关上门。东宫西宫是一个
是王小波的本子，这很好的戏，中国没有演过。对。对，就是这。为什么呢？那双手像玉兰花苞，被一道冰冷的铁约束着。他在向我告别，他还是注意到了有我在场，手指轻轻弹动，好像在我脸上摩挲。我多么想拥有这样一双手啊！虽然是煤矿文工团的签约演员，但他并不能拿到团里的工资。如果没有演出，生活也就没有了任何保障。想挣钱挣得多，那就赶快改行嘛。而且我觉得你搞曲艺的话，你吃不了这个苦，你没法搞。因为我们想当的是演员，我们想当的是就搞艺术的人，而不是挣钱。你挣钱是过日子过得舒服一些是好，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我有一天想干什么，买一个飞机啊，买一个船啊，无所谓呢。我真的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因为我觉得精神的快乐比你身体的快乐重要。啊，可是你们两个刚才这表现呢，那纯粹的就是啊，假模假式，假情假意，假模三道，假科里，假招子，假了吧唧。最起码我找到我喜欢做的工作，就是表演。现在就无论怎么样呢，我也会坚持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个舞台给我带来的欢乐是，我觉得是太大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哪怕没有家呢，你观众也是我的家，或者舞台是我的家。不是你们哪儿学来这么多词儿啊？这是啊？老师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呀。你看，这个叫统义词啊。对对对，统义词呢？对对对，在汉语里是最难掌握的了。啊，对，最难掌握的了。但是只要你有一天能把所有的统义词把握得特别的好，听好了哈。你张嘴通通地说出来，那可以说的汉语水平有大大的提高。你大学毕业了，哎呦，恭喜你啊！老师可以找工作呢，挣大钱呢，娶老婆生孩子，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一直到白头偕老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说。没关系，咱们谁教谁呢？在这儿。要有一点点的进步，最起码呢。知道啊，啊，可能我之字和诗词分了清楚一点吧。现在，但是比如说四声有时候说的不清楚，那个语言的美，我说的时候你也体会不到哪一个是重点，哪个是轻点，哪句话说的更精彩或者有美丽有彩色，我都达不到呢。啊，没办法，我这是干什么吗？摸观众。丁广泉对弟子们要求很严格，李继霞不止一次挨过师傅的骂。一次，李继霞和师傅去外地演出，演完的当天，他和朋友出去玩得很晚才回来。第二天，在返程的飞机上，师傅向他发火了。飞机一起飞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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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说你要干这个，你要保持工作的，把你的演出的质量和你要保持很好的状态。你一累，脑袋一乱，语言不美，语言不。清楚，或者你在舞台上没那精神呢，观众看什么呢？哎，到时候很好玩，你飞机上的所有的人都回头看，就是老头呢，你就骂那小姑娘，不是小姑娘，反正外国姑娘，洋妞呢，就怎么回事儿了？然后当时我第一很累，第二呢，你觉得师傅对，第三我也挺感谢他，因为我觉得哎呦，在中国有那么好的人管我，我都挺高兴，其实是关心你。然后呢？其实他说是为了我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很感动。反正因为累，因为自己觉得错，因为觉得自己心里很高兴，其实三个原因，飞机上啊哭啊刷刷，这眼泪掉下来的小自来水似的。因为呢，他想干，他想做这个，那么这里边呢就得吃苦，就得下功夫。现在我是仍然感觉到呢，他功夫下的还是不够。Thank you.
定是中国的。就说公开的说也不是秘密的，反正就这样的。我从来没有过那个外国男朋友，就是洋人什么的，我觉得就没有过，我觉得长得太可怕了，这长毛的人太可怕了。我觉得中国人长得不可怕，再壮再怎么样，我觉得还行，能克服的。这个爱呢，是尤其是对女人来讲是最重要的，没有爱情你没法生存，没人爱你你觉得没意思，哎，你需要给爱，你需要说爱，所以表演也是，你把你的爱传给观众，然后你看你，那当然你有不同的形式，包括相声啊、话剧啊什么的，歌曲，有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这个爱情，但是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再向您介绍出的是我们第三位今晚的主演，这是来自法国巴黎的妙龄女郎李霁霞 Laetitia Zeppellini from France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的中文名字叫李霁霞，我是法国巴黎人。虽然我们以前素不相识，今天晚上可以说我们是一见如故。所以呢，我跟我老师和师哥们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个喜喜悦、浪漫、好玩、不一般的夜晚。法国人是个人主义，一个人为主，我怎么过日子关你的屁事吧，基本上这么说。就说那个，只要我任务完成好了，我其他的事情别人不用管了。中国人都是为了社会，就中国人就是不是个分子，他属于一个圈子，然后那个圈子再属于更大的圈子，再属于更大的圈子，是这样。所以你总是要为别人思考，换位思考，为别人想，别人也会为你想。这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。怎么可能？来，我的朋友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是朋友。好像一切羔羊牵上了你的心口。这叫什么话？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，只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？不是，你们先听我个。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，只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？是难道你又要？